大胸塔，落日一笑笑蛋黄哥。こんにちはは。こんにちはは。てかさ、台湾でさ、チワワバリ人気ないよね。内的にめっちゃ可愛いと思うんやけど。リクリク、スズチン、店長、ルフ。なんか最近耳がおかしくて、なんかね、耳にね、なんかね、水がね溜まってるような感じがするんよ。結構最近喋ってるとずーっと冗談。ハロルフ、店長、フレディ、スズシュン、リクリク、冗談。ハルタン、今日はお仕事ないんですか？ハロアカイ、ジェンペイハイ。それ何長ちゃう？でもね、聞いて。哈喽弗雷迪，桃花哥，头发怎么那么柔顺？最近刚保养吗？还好吧，我不知道哎，还是今天的光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哎。谢谢リクリク的三手之心。ストレスとかあのね、聞いて。なんかこの前ね、ミレーとね、カフェ行ったんね。でその時に30分ぐらい耳がなんていうの、プールのさ中にさ入ったらさ。水が入って、そのなんていうの、自分の声がずっと響いてる感じわかる？それがずっと続いてね、30分から1時間ぐらいかな、ずっと続いてめっちゃなんか気持ち悪かったんね。で、その日からずっとなんかめまいと、その耳鳴り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その耳詰まりみたいなのが続いてるんだよね。谢谢奇威的双手之心。リクリク、谢谢你的双手之心。可以代言施法乳广告，真假的？我也很想要耶，我拖得超长的，大家可以去就是洗发乳那边推荐我一下。阿凯，谢谢你的九夜守护。今天穿圣诞 T， 对啊，我看你又叫阿凯，真的耶，臭阿奎。こんにちは、仕事あるよ。あ、お昼休みなんね。はいはい、マイヨフフマン、ハロー。想法没人衣服。耳鳴りか難聴やな、かな、わからんの。それがね、前から歌ってる時とか踊りながら歌った時とかは右耳がすごく痛かったんね。なんか歌ったらこうなんか詰まってくるような感じで、で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唾液を飲み込むと治るの。でも今はねずっとそうなんよ。やだな、こんなに若いのに難聴とかもったいないね。そうだよね。诗坛和洛字，你跟美玲去哪里约会啊？民权西路的一个咖啡厅，蛮好看的，就是很好拍照的。I'm running fever， 啊，真假的？为什么？你是打疫苗吗？为什么？阿华卡丘 L 卡丘志伟，大汤包羡慕约会，穷到吐。Hello 加话加号，卡丘谢谢分享直播间，难点恁第一次的哟。オーレン、ホンウェイ、アーペイ、タイハオ、ハロシャオ。耳鼻科行かなきゃ、あのね、保険がさ、今ね、あの、保険がなくて、保険証がなくてね、お医者さんに行けないの。ジーリン、イー、ハロー、アーコ、おはようめいちゃん、ハロー、ホンウェイ。アーコ、おはようめいちゃん、メリーマヨワン、ウアン、ハロシャオ。今の医学では原因も治療方法もないから一生付き合うことになる。マジで？なんかね、没有打了，没有。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阿九午安。比米娜早一天啊，真的、哦。他比上我还有上一场女仆马友好像做梦一样。对啊，马友要打疫苗没有？还没。光良好坤坤，好喂，谢谢你的相守之心。なんか本当に頂点を避けるのが大事らしいけど、あのね、私のお母さんが突発性。なんだっけ、突発性耳のなんか病気みたいになって4年5年前ぐらいに、でそれでなんかいきなりなんかスーパーでめまいでクラクラしてなんか倒れそうになったらしいね。でそっからなんかお医者さんに行ったらこれ突発性ですねって言われて、そのなんか私と症状が一緒なんよ。でなんか良くなる人は、あ、よくこの症状になる人はすぐに病院に行かないと治らないらしいんやけど、私病院に行けないよね今辛い、是额，しかもめっちゃ気持ち悪い今。有收到前人们什么回复吗？关于女仆吗？我不会主动问。对，可是美玲有说很可爱。Carrie， hello， 现在有打，有的打了，哎，有的打了哦，嗯，是额，有啊，我，啊什么？
我七月就预约了哦。现在打疫苗，吞了退烧药，在家看麻友，真的假的？你们还好吗？没有发烧。日本捐我们的疫苗吧？真的吗？可以吗？我不知道哎。お母さんに薬を、いやなんかわからんね、本当に。耳とか脳に近いから神経の問題が、そうだよね、怖いよね。しかも今もめっちゃおかしい耳が、ちょっと気持ち悪い。台南夜问一凯红杏小妹ちゃん、あいちゃ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マジかスタッフに相談して対処しないと。そうなんだよね。本当にね、今ねそのプールなんかお水が入ったんかなと思ったんよ。でも全然水とか入ってないし、なんか本当に耳が気持ち悪い。そのプール入って耳水がずっと耳に入ってる感じがするの。ずっと。父妈妈总有吧，滚吧之外没有哎。我就在自己的四叶草。Hello， 初父，乖乖一凯拉米亚一代，我明天也要去打疫苗了，希望不要发烧。Loi Loi Cat， 真的、哦，大家都最近都去打疫苗，记得改腿送礼物哦。哦，真的哎，我去改一下。やばい、気持ち悪い。あ、違法じゃないよ。あのね、ラオバオっていうのは入ってるから、会社自体は。でも個人 の、 あの保険自体が入ってる。ミネちゃんはちょっとそこら辺理解しなかったから。そうだよ。サス八点一、I'm burning。一定是看到麻友啊，是这样子吗？那有没有晕晕的？早上好，ルディ、エカ、空白、阿米、暴龙、午安、空白。仓鼠早上才打完。对啊，我有看到。我是 AZ 认证的老人，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很好啊，副作用没有，很好啊。没有发烧头痛。Hello， 没有。最近好多台在讲疫苗，真的、哦。Mina 第一个打疫苗，对啊。前天晚上打完，昨天废了一天，现在有点烧。真假的，好可怜哦。髪色さらに明るくなったかも、ちょっと抜けてきたかも。タミーちゃんちょちょちょ。西恩 ，Hello。我按罗里导弹，我想问一下，我刚刚用日文讲的话，就是我以前就有，就是可能跳舞，然后又加上唱歌的话，我可能我右边的耳朵会，就是你们想想看，去游泳，然后水进去耳朵里面，是不是很不舒服？就是那种水进去耳朵里面，然后就是一直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是耳朵就是塞进去的感觉，感觉不是耳鸣，就是没有听到 PE 的声音，只是那个塞进去的感觉。然后说耳鸣好了，反正就是有耳鸣，然后那个给耳鸣。但是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是吞口水就可以恢复原本的样子了。但是我上次跟美玲一起去咖啡厅的时候，发现我的左边耳朵啊，就是应该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一直都有那种耳塞耳鸣的那种感觉，对，耳朵真空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耳朵里面有水的感觉。然后就是那一天，差不多一个小时吧，一直都有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好了一点点，然后又回来，好了一点点又回来这样子。然后那一天也是有一点头晕晕的，然后后来就是两三天就没事，然后今天现在还有哎，今天现在就是现在也是，就是我讲话，然后自己的声音都是怎么讲回来的感觉，就是讲话然后这边又塞进去的感觉。然后我跟妈妈说，刚才有给できたけどね、耳が痛すぎて、なんか痛くない、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んだけど、なんか気持ち悪すぎて本当になんかあんまり真剣に話できなかった。ずっと写真撮ってた。一週間が大事らしいの。本当？じゃあもう一週間経ってるかも。あどうよ、じゃんこんな感じ。对、あ毎回大声も不是这样。イヤホンの人、違うイヤホンとかしてないよ普段全然。感觉。好像水泡进去耳朵的里面，对对对，那边很高吗？什么意思很高？玛雅跟美玲已经约会了，对，可以戴耳塞。要去看医生了吗？我现在没有健保，所以就是没办法去看医生。我跟你说，
我妈妈四五年前，就是好像有个耳朵的病，应该是一种病，然后但是他也有这种感觉，然后常常发生这种耳朵耳塞耳鸣的那种。然后他有一天在超市头很晕超晕，然后就晕到不行，然后去看医生，他就说这个是一种病，然后就很担心我是不是也是。对，超不舒服的，我就是在讲话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有没有去看耳鼻喉科？之前也有过，单边耳朵听不到，对，也不是听不到，是听得到，但是怎么讲，自己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声音。でもじゃあ最近有感冒没有感冒？一週間経ってるカレンダーのストレスかな。大体はストレスが原因、ストレスあるある。あ、そうなの？彼此要去看医生了吗？遗传吗？应该不是遗传，大家都说是压力太大或是什么，不知道。ストレスかイヤホンかライブとかのスピーカーで耳がダメージ受けて。いやでもね、前までは右耳だったんだけど、今回はねずっと左耳なんよ。なんでかわからない。没有健保，但还是建议去看医生。对，我现在讲话也是非常非常不舒服。企鹅，先降。Hello， 冰之水瓶。哦，やば，めっちゃ耳が変な感じ。遺伝もあるかもね。あ、そうなのかな。しんちゃん。ハロー、ロボチェ、四笑、フレディ、四春。お大事にありがとう。キックス、早日康復、谢谢。也有可能之前又五单选拔，又居家女友选举，压力太大，有可能吧。而且我最近减了3公斤，好像是减肥也有一个那个什么原因之一。なんかダイエットも結構関係あるらしくて、最近3キロちょっと落としたんよ。そしたらなんかこ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から、ミレイにはこれ食べてないからじゃないって言われたけど、まあ还好嘛，还好。可是耳朵很痛，也不是痛，也不会痒，也不会痛，也不会痒，但是耳朵听不太进去，听不太到这样子。いろいろ調べて早めに対処してね。栄養失調とストレス、栄養失調ではないと思う。なんかキウイとかお肉とか魚とか野菜を食べてるから、めっちゃ多分逆に健康的なご飯は食べてると思うんだけど。胖回来，不要！终于减了3公斤，还胖回来，真的是哦。ちょっと耳が気持ち悪い。部屋にこもりすぎっす。え、聞いて、部屋にこもれてないからかも、逆に。最近毎日練習あってさ、だからねちょうどいいの。最近毎日練習あるし、ちょうどダイエット期間だから、そう、ちょうど痩せれるっていう、嬉しい。ちょうどいい点、多分そうですか。分からん。キョッちゃん瘦这么快、因为这是为了年历啊。納豆キナーゼが耳にもあった。え、何納豆キナーゼって、何納豆の何。マヨ是肉肉女友。マヨ才不是呢。Hello， 西西，踩雷 ，Hello， 常踩雷。納豆好きなんでしょ？かった。何？え、谢谢。え、真的え。西西真的是试飞6个月的粉丝团，谢谢西西，谢谢西西续费6个月的粉丝团，超开心的。嗨，西西。納豆の菌の名前、え、納豆菌の名前、そういうことか。まゆちゃんの配信聞きながら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やっとくか。何やりたくないこと。舞台会红炸拿铁吗？舞台红炸拿铁。真的六个月。对啊，这好像不太对，不太对会被吃什么？说到做到了，西西，谢谢西西，超开心的，超开心的，谢谢西西，都说到做到的，耶，开心，尽量。不要戴耳机，能看医生就去看。好，应该不是戴不戴耳机的关系，我觉得，因为我平常也没有戴耳机的习惯，就是去公司啊，去哪里都不会戴耳机啊，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而已，所以还好。趁他还在念，快念女仆给他，
その帰りにボケた。カフェの見えた下地のようなラストだったね。そうだよ。什么你耳朵是怎么了吗？哦，是有一种耳鸣吗？然后就一直都有，就是那种水进去耳朵里面的感觉。然后最近对有，而且平常是吞口水就没事了，但是最近是可能30分钟到一个小时都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不舒服。去耳科看看，哦，应该要去看了，真的要去看了。小五，谢谢你的杀手之心。阿里达，谢谢你的幸运四叶草。耳压不均什么？耳压不均匀。但是我唱歌，有时候唱歌然后喘不过气，然后还要跳舞的时候，是我的右边。耳机对我超重要，没耳机我就不能挂听了。哦，也是哦，看一下比较保险。也是，而且我妈妈也有这种状况。以前，对。Kicks 谢谢你和你一起早点治疗，像是坐火车进隧道，耳朵塞塞的感觉。不是，是真的是你去游泳或是在洗澡的时候，水进去耳朵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的声音都是在这里。对，我也觉得是内部压力失调。键盘医生是我，谢谢宝贝子来看我直播。隔空抓病，隔空抓病是什么？阿华，谢谢你的红玫瑰，我也有自己查一下。然后后来就查到的东西就是压力太大，或者是什么减肥减太快之类的。谢谢哈利桑的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超开心的。イケメンのイケボ聞けばなるんでね。あ、本当？じゃあタピさん送ってイケボ。イケボ送って。最近有时间去看一下？没有哎，其实真的没有。减肥减太快，有可能天真。隔空抓饼是线下问诊。麦酱公棒吗？要去看最讨厌的医生了吧？真的很讨厌呢。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お姫様って。哎，いいね。言ってくれたら治るかも。尴尬了。拍完你夜里哦，还是不行哎。啊，好不舒服哦。耶，午休了，可以专心看麻友了。早安麻友，田中 CJ 103，不用怕了，台湾医生人好，人很好的。不是，我真的是不喜欢去看医生。像。有问题才会去看医生嘛，我不想要觉得我自己有问题。但好像真的有问题。谢谢哈利的一封信。黑流星，谢谢你的守护灵。我都常常去看医生。为什么？你身体不好是吗？最近太累或是没睡好吗？我最近也是睡超饱的，也不会太累，身体是很累，但是其实还好。没有对医生有阴影。没有，来一个这边是个为什么？有人是个为什么？ありがとう。不要等它变严重，请假也要去看医生。哦哟，那我下个礼拜去看，我发誓，好吗？美健保很贵，是没有错。谢谢虎虎猫的真情告白。哎，不是你这种话，那我常常去看医生的。哦，我这种的话，那我去上整整改。原来，啊，吃胖一点没事。应该不是吃胖一点就没事的那种。早点，真的有状况早点看，以免变严重。没有人喜欢看医生，真的。第二，笑死我，身体比你们外表看的还要虚很多，真假的？跟公司姐姐讲一下吧。好哦，谢谢你们 ，Chris Hello。尤其是星期天直播完睡得很好是吧？睡得蛮好的。晴天蛮有奢侈的，不够吗？很够啊，我觉得超够的。谢谢晴天的枫叶。你们知道说什么意思？呢，別に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よ。でもね、ただいや別にね、聞こえるのは聞こえるし、音量も結構そんなに大きくないと思うよ。でもなんかすごくずっとプールの中にいるみたい。こうちゃん、ハロー。真的，我最近这一两年都很常晕倒，然后吐的要死，没什么事。真的假的？你还好吗？你喜欢 JKT48 吗？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对。
那就是态度，有可能只是外表看不出来。我也是，我也是外表看起来超健康的。那为什么看起来好想睡啊？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想睡吗？还好吧。呼叫妈有午安 ，Hello 午安。可能穿女仆装直播就没事了。哦，没事就好了，真的好不舒服哦。实际上有各种副作用哦，还好我有检查，我内耳不好，我有认识的耳科主任。是哦。啊，耳塞就是没有很想要讲话，会不舒服。我现在有点想睡，好疲惫哦，辛苦了。要推荐麻油吗？没关系，没关系，嘻嘻嘻嘻。我现在连本家的 48 认识的成员也没几个，因为人很多，而且就是。大家都毕业啊，还有就是一些研究生都进来这样子，对不对？妈咪咪要在里搞个豆干，难道那个特别厉害了？確かに。啊，好事情的好美乖。穿女仆沾是什么偏法？真的，没关系，那小讲话。谢谢严班弟，每次都一直都对我超好。谢谢江江，谢谢那些草小何，还好我发烧头不痛才能看麦哟。可是你也要休息呢，还是你要去休息？没关系，那今天要开多久？要早点休息吗？如果我等一下还是有这状况的话，可能要早点关掉了。这样静静的看着麻友，但是我觉得我等一下就好了，因为我去咖啡厅的时候也是一个小时就好了。现在又来了。妈要穿女仆装会健康的只有我们吧，我也觉得是哦，你说的好。午餐也变得美味了，妈要是配菜，妈要是配菜，妈又不是主餐哦。天哪，今天不舒服吗？今天是耳朵，这样持续多久了？其实右边的耳朵的话可能持续2年多了，对，都没有跟你们讲，就是一个右边的耳朵是偶尔而已，就是可能在运动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就是耳塞耳鸣的状况，但是我左边的耳朵是从一个礼拜前开始。对，看你这表情，看心疼，心疼。妈呀，你服装还有机会在线吗？不会。Kiko， 谢谢你的烂 live 应援团。梦涵是子君，谢谢2年。不知道哎。你可以把时间排开去看医生吗？我可能真的要等到下个礼拜才有时间去看医生吧。这礼拜真的有点忙。早知道只买白饭就够配了，没有是主菜。对呀，没有错。梦幻 ，Hello。都2年会不会去看医生后才发现世界的声音其实很美妙？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右边的耳朵是还好，就是偶尔发生而已。但是我左边耳朵最近真的太常发生了，马蹄忘记了，马蹄吗？还是不会了哦？什么不会了？一个布丁分，女生网路上预约过，好。麦好蛮绿，最近真的蛮还不错吗？麦，你耳机有声音吗 ？Test one 二上后，嘿，什么意思？麦有嗨嗨，可是都 S 米那年你们那叫什么？错了，你还没透了一年耳朵。对，你是住在日本哪里的？我是来自大阪的，但是我在台湾。治療してもらってね。そうだね、怖いね、これは。しかもなんかそのミレとカフェ行った時さ、マジでめまいやばかったから、ちょっとやばいかも。一貫出身の枫葉、あ、ワン、ツー、スリー、フォー。ハロー、数学課本。阿華人生如同花生。ハロー、大家好。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是还是会一点。妈哟，好可爱，谢谢。布丁粉，谢谢你的小小之心。
耳光，不能再拖了呢。好。等我一下哦。有空就去看个医生拜托，好，谢谢阿北。你看，还要去看医生比较好，我也觉得。你现在耳朵就好像在外置记者啊，喂喂喂，主播的声音吗？蛮像的。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が休んだきゃって言って、カレンダー休んでもらった代わりリリーで。やめてー、つらい。心配で仕事が手につかないな。直播終わるまで見てるわ。ありがとう。現場で謝謝の真心告白。谢谢你，可里克送我抽抽你，谢谢抽给的，谢谢满地的，谢谢你的真情告白，看一圈比较好，我也觉得那个人不好，很严重哦，容易晕，真的会容易晕，对，没有错，而且我妈之前就有这个状况，有点可怕，而且她就是去看医生看超久的，谢谢小五的 podcast 大量发声。好小皮阿北快了，左耳小さく写真撮ってもらおう。やだ、やだ。せっかくカレンダーのためにめっちゃ痩せたのに、まだ頑張ってる。ミレイにもなんか笑顔でくれるプロだね、本当。なんかミレイと会った時もマヤちゃんなんかカリカリしてる。你这样看有容易晕吗？会，超容易的。我上次跟美玲出去玩的时候，耳朵一个小时一差不多一个小时有这状况，然后那一天真的很晕很晕，真的不会跟我一样吧？唔贪哦，什么意思？跟你一样？麦ちゃん好きやねん，ありがとう。カリカリ？カリカリしてるって言われて。妈妈有找到病因哦，她是真的是压力太大，然后她是什么突发性难聴かなんか。突发性的难聴，可能他们你除了感觉耳朵进水以外，还有什么状况？其实没有什么状况，就是耳朵很就是听不太到，然后就我会头很晕这样子而已。谢谢 Embody 的三小支手，晚安 Jillian Alex Lee，Hello 喜乐哥们，祝福。我的话比较严重，我不知道马眼有没有严重。我连日本語でカリカリって言いだす。確かに多分あのミレーと私の日本語はあれだから、あの一緒じゃないあのおかしいから。個人的にはあまりカリカリしてるのはこれみたいな。いや私カリカリできないから、頑張ってどんだけ痩せてもカリカリにならないから。でもなんか多分急激にちょっと痩せたから、なんかなんかカリカリしてるよって言われた。でもね、こちら的にはミレイの方がすごくカリカリしてるよ。ジャンジャン先生、你的车抽你，你起床会晕吗？还是会突然感到？哦，对，突然而已，起床还好，就是偶尔吧，就是可能揉一揉啊，晕，有点晕这样子，旋转的感觉。叫阿姐耳朵旁边吹个气就好了，有感觉就这样就好了。北极熊，欢迎晴天。最近4キロカリカリしたんだ。マジで？すごいね。4キロはすごい、私は3キロだわ。やばいね。頑張るね。那你晕的时候闭眼睛会更晕吗？我不会闭眼睛，我就这样撑着撑着。卢富，花生小魔术 ，Hello。啊，阿姐变成蜡笔小新了，什么意思？阿姐变成啊？你说那个佛阶哦？谢谢花生小魔术的恋爱爱恋巧克力。啊。看热闹 ，Hello。啊啊啊啊！你现在感觉变成内耳有问题，有点不好的感觉了，下周一定要过好好的。啊，好烦哦 ！Hello， 看热闹，谢谢，中文好，谢谢。还以为我空间麻友。小苹果还预审啊！谢谢几位的真情告白啊！要不
完食しないので飲み飲んで、あ、そう、私もそうだよ。食事の量めちゃくちゃ減らして、完食は本当にしない。记得去儿科，不是哦，原来是不一样。我要去看儿科，是不是？别跟之前感冒一样，记得下个礼拜一定要去看。好的，好的。あまりスポーツをしない。めっちゃする最近。やばいよ、毎日踊ってるよ。麻将这一周的直播要不要先休息了？我没办法休息，我明天也是，明天也有很重要的工作要讲话，所以我一定把这个状况变好，不然我明天、明天后天都有很重要的工作。耳鼻喉是混合，耳科是专门只看耳朵哦，原来比较精准检查。工作期待，你们可以期待啊，真的可以期待。真的可以期待了，超哥，先把伤养好，真的好，好不舒服、哦，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变好。谢谢大家送我礼物，赶快把红包抢起来，超期待。QQ QQ 怎么了？晚安，浩克。期待期待耶，期待 Kiss， 谢谢你的 Popcat。 玛雅不舒服，我当然 QQ 啊。谢谢，我开心你们开心，我不开心你们不开心，这样子吗？安下高的 Kevin 月超哥，谢谢你的红玫瑰。超哥，玛雅午餐呢？啊，我跟你说，我一个礼拜一天可以吃我想要吃的早餐，除了那一天，就是我今天有吃路易莎的那个三明治，然后今天是可以吃想要吃的早餐，但是其他天是都是奇异果或是优格或是苹果这样子，就是只有一天是可以放轻松的一天这样，其他天是减肥日，对，所以今天可以吃到三明治很开心，谢谢坚果的方言。小恩，ハロファンアース。最近はダイエットめっちゃ頑張ってるから、一日だけチートデイを作って、あの朝ごはんと昼ごはん、そう、食べたいものを食べるっていうので、今日がその日だから、あの今日はサンドイッチ食べました。一天自由日、对，一天自由日就是可以吃想要吃的早午餐这样子。啊，吃到三明治我肚子超饱了，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吃太少，天天减肥的关系，对。想好，希望我可以就是拍年历的时候可以保持很好的身材，这一天可以放飞自我，对，买身鞋买起来，因为我怕大家觉得我的身鞋不好看，所以我就是努力减肥啊，然后就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大家要多多购买哦。谢谢小五的救救你哦，安小高哥，谢谢你的红玫瑰。基隆分行一天可以吃很多啊，什么意思？讲到自由日你就开心，开起来开心多了，可是其实是早午餐而已，所以我的开心已经结束了。围炉章鱼烧，咦，还没拍吗？还没吧。陆地哈摩天龙，还有居家女优年龄，对啊，是不是为了居家女优年龄努力减肥这样子，都很好看啊，没有怎么不会好看，我太胖了，所以我就是努力减肥。年龄会有肚肚吗？身材要好一点。对啊，我就跟经纪姐姐说，我可以穿少一点吗？这是开玩笑的，但是我可能会露个肚子吧，所以对，胖胖的更想要买，真的假的？那我胖到70公斤，你愿意买吗？笑死，不敢肉肉买啊，跟瘦瘦买我都买啊，谢谢。这个月的升血居然是玩球，哎，出来了吗？出来了吗？真的假的？出来了吗？真的出来了吗？希望不要瘦到脸。我其实脸是还好，就还好。其实公鸡姐姐会叫你减肥，一定啊。原来是有羽球衣啊，本来就有羽球衣。出来了，真的假的？我那天的，哦，我跟你说，我超级超级超级喜欢那个升鞋，超好看的，真的超好看的，买爆，是超好看的。妈呀，很敬业，要注意身体健康，好哦。其实我可能要考虑一下，笑死！你刚刚说露露买有，瘦瘦买有，还会买。Hello ABC， 谢谢你。嗯，谢
谢鹿里的香槟，粉方特别版，谢谢你。Hello， 张元帅，谢谢你好玫瑰数学课本。Hello， 四号宝贝。Hello， 好了吗？还没好。唉，いつになったら良くなるんだこの耳は。気持ち悪いな、本当。さきつそうだね、早めに終わる。いや結構ね、本当にねきつい。美工考超怪。美工考什么公告？板球的风格好粉嫩哦，对啊，而且那个我跟你说，那是紧身上衣哦。我在暗示什么？我在暗示你们都买一点。好，小心吧，要发球给我。嗨嗨，我死了，是紧身上衣哦。啊，李真。我等一下业配好了，等一下发个业配的，又在开头，我才哪有在开头，我就是说你紧身上衣而已。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我的意思是你们都买一点，好笑。小朋友也配好啊，就官网商城偷偷上架，完全没其他公告啊、哦，真的假的啊？没有其他公告，可能最近就是很多姐姐们在身备工作吧，可能不是同时公布这样子。紧身系列健美风格紧身上衣怎么了吗？我听不懂。今日那个词给名字失败了，そうかも。そうだ。やばいかも耳が。全然直らん。先写出来了，期待麻油发业配就好哦。しかもさ、これさ、耳がさおかしいから自分が大きな声出して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んのね。自分の声が大きいかちっちゃいかもわからんのよ。耳机酱 ，Hello 李真，那做的麻油颇文哦，相信麻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麻油的雨球已经很香了，我也觉得。是想出风 ，Hello。啊，也拜。我今天可以一开一个小时就关掉吗？还是我等到再等个二十分钟，然后如果没有变好的话，可以关掉吗？喋ってるしんどかったら。大きい声出してるし、違うの、喋っててね、しんどいっていうか、喋ってたら気持ち悪いよ、これが。可以啦，算了。九月晚求生写，谢谢浪客伸手之心，可以有吗？多多休息，可以有。谢谢，对不起哦，我再看看这二十分钟有没有变好。嗯，现在应该也可以，没关系了，我上次已经改过时间了，我这样子太不好意思了。对，麻友要照顾自己，没问题的。不舒服的话，不舒服的话，现在关也可以，没关系。我上次已经改过时间了，耳朵怎么这么不舒服？可以先休息。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讲的话是大声还是小声，还是不舒服。对，一直现在已经39分，一直很不舒服。那来投票，身体最重要。Hello 哥哥，什么投票？你们可以等我一下下吗？等一下就回来，哈，一分钟左右。
分30秒経過。あ、ヤマディシシのポッキャッチ。1分経過。バリハカってくれるよ。イエンさん大大很好、好厉害、一直扒在チャッチ上。谢谢阿奎的枫叶。安安扇子群，嗨嗨麻手，我也是麻手的。要要休息去，没关系，可以啦。啊，谢谢 Lick Lick 的戳戳你。哎，好像就是这个是好烦哦，就可能十秒变好，然后十秒后就又变。有个那个状况，想问马友一个问题：马友作为大阪人，对京都人有什么看法？有什么看法？这个不好说，只是一个，应该是比大阪人还小气的了。カメラの外、涙の外、違うわ。なんで泣くんや？泣く、泣かないよ。持ちたいな？持ちたい睡觉。不好说，了解了解。ダダ、ハロー、ダダ。ほんま無理せんとって大丈夫だよ。なんかこの前もライブ配信のさ時間変えちゃったからちょっと申し訳ないから申し訳ないから今日はちょっともうちょっとだけ開いて本当に治らなかったらあと20分ぐらい治らなかったら閉じ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あー大丈夫さ。我一直压耳朵耳朵变红了好痛的。何の違ったか。当然処置処置はい。哈喽姑娘。日本人内战有很多，就是很有名的是京都人。京都这边有没有京都人我也不知道。京都人就是邀请客人来了，然后他就会说哎你慢慢什么慢慢哎就哎什么他就是给他们吃哎什么那个什么お茶漬け泡茶饭泡茶饭吗茶泡饭忘记了是茶泡饭吗会请他们吃茶泡饭对茶泡饭然后就会说给他们吃茶泡饭说慢慢吃吼。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他们吃茶泡饭吗？因为茶泡饭可以吃很快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给你们吃茶泡饭的意思就是快走，你们赶快走，你吃完赶快走。对对对对对，不要吃泡茶饭再走。哎，要不要吃泡茶？对对对，翻译是快走，赶快走这样子。听到客人就该滚了。对，原来，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旁隔壁的人，隔壁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なんだっけ？お隣さん。なんだっけ？隔壁的人，住隔壁的人的女儿，常常弹钢琴，然后啊，耳朵好烦哦。等一下，我先停个音乐。啊，就有很多声音，好烦啊。等一下，就是隔壁的女生。So, 邻居的女儿常常弹钢琴，然后那个隔壁的大嫂跟邻居的女儿的妈妈说：“哎，你女儿弹钢琴弹得很好听哦。”她的意思是什么？她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大嫂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哎，你弹钢琴弹得好好听哦。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听得懂吗？你们不能说谢谢哦，你们不能跟他说谢谢谢谢哦。对，就是很吵，就是说很吵，就是说，哎，你女儿弹钢琴弹得很好，就是说，我们家已经听得到你女儿弹钢琴的声音了，可不可以再小声一点的意思？对，是吵死的意思，大家可以猜到，对啊。这个就是京都人的很有名的故事，这样子。一个安心型的掌声鼓励，猪猪，有事有事是要说说，有事有事是吧？怎么了？次の配信の時はシャングー君と一緒に。え、本当？嬉しい。次の配信いつだっけな？土曜日かな？多分え、日曜日かな？日曜日だよね。日曜日一緒に見てくれるの？めっちゃ嬉しい。ありがとう。
你家的小孩钢琴越来越好，越弹越好了了。对对对，哎，你很了解九大，你怎么知道的？好厉害哦！秘密のゲミショ見てる？すごいね。So 意思是五路赛，马友直播的很棒，什么意思？马友直播开的很棒哦，你是在叫我关掉啊？你只有比好哦，那个你的手表不错之类的。哎，手表不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哎。京都人遇到听不懂的人怎么办？就是他们不会太直接啦，所以听不懂，可能心里默默的觉得不爽之类的吧。因为哦 ，Ken Min Shou 这几个例子啊，好厉害哦，九蛋，你超了解的。WS Hello， 所以我们不能说你可爱吗？为什么？可爱又不一样。弹钢琴可以知道时间，邻居会来敲门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这样子蛮不错啊，就很直接，直接比较好，我觉得。哎，公演唱歌，哎什么？公演歌唱的很好听哦，要请我？什么意思？那对于最可爱的方言京都腔、大云大阪腔有什么看法？最可爱的京都腔，为什么最可爱的京都腔？我觉得京都腔没有可爱，是有气质，就是，京都腔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おいでやす之类的，就是蛮有气质的。然后大阪腔是比较有直接、活泼、热情，对。妈妈是大阪人，所以妈有太瘦，把3公斤还给我。继续更可爱一点，笑死。妈有也会说反话，哎，说手表不错，意思就是要叫对方不要废话，讲话给我。太好笑了吧！我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哎。Hello， 北原，在台湾想听邻居人骂脏话，就半夜拉手提琴。不行，妈午安 ，Hello， 北原午安。午安，谢谢北原的一封信。啊，对，其实每个县市都有它的特色啦。Hello， 杨过。这样子想，就是日本人的那个好难相处哦，就是要看他的真正的意思，不是他说出来的话。他说出来的话不代表是真的。Hello， 小伙子，你的枫叶。黑色影子不是土豆，看起来还没有滚过呢。等一下，谢谢你 Kiki 做你的，做你的猫。Hello， 小易。香菇 ，Hello， 香菇，小易。妈有认证日本人不好相处。我说比起台湾人，好像就是说话的方式比较难相处。我回来了，通常因为不是因为所以讲话超直哦，真的吗？大阪比较不会吧？对，大阪应该比较直接一点。谢谢小易的爱恋巧克力，开心。今天看一个小时就好了，我也觉得有点不舒服。北原，谢谢你带你去流浪，粉色特别版哎，开心。谢谢北原。Hello， 李克李克，谢谢你的枫叶。对不起，北原，我跟你说，就是我最近耳朵有点不舒服，就是有一种耳鸣、耳塞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今天因为我一直讲话，会有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可能在10分钟就关掉了。电话来た、久しぶりのこのパターン。え、何電話来たって。谢谢七威，谢谢爱恋巧克力，用女仆的魔法看看能不能。谢谢小智，台湾的皆さん、週末台風に気をつけて。そうだね、本当に。週末台風またやだわ、本当に。しかも週末ずっと外にいなきゃいけないよ。辛い。Steven、没关系，去休息吧。再10分钟。
给我去找你最讨厌的医生哦。会了，下个礼拜会，再十分钟哦，也好，早点休息吧。啊，好不舒服哦，不想要讲话，想要跟你们聊天，但是不想讲话，还是我用打的。阿文 ，Hello， 所以要直接试吧，等一下就去看医生哦。不要，是啊，玛雅有去预约疫苗了吗？我有预约，但是还没有拿到，还没有收到通知就对了，对，还没有要打，嗯，一定要去看。好的，我读唇语吧。我说什么？我叫安，谢谢你一封信，可以放。不要拖延，快去看医生。好的，好的，我也爱你。哇哦，哇哦，好厉害哦！我恨你，笑死！我爱你，喜欢你，笑死！妈呀，乖乖，试试再给你棒棒糖，好啊！你又不是叔叔。妈呀，刚我们是心电感应 ，OK 的，我爱你。哎，超厉害的，楚雨，好厉害哦！再一次。有吗？有吗？我刚刚说什么？再一次。哇，好厉害哦！天哪，你们真的很会唇，很会读唇语耶，好厉害哦！那一个，ちょっと外にいなくちゃって危険すぎないか？そうだよね、思ったわ。ちょっとめっちゃ雨すごいかな。台風休みになるかな。大家好，我是陈俊，好厉害哟、哦！什么东西？豆豆，大家好，我是变态马友，是什么东西啊？马友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不要！大家那么厉害，下次限动的答案呢？下次限动，我忘记啊，那个、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嘻嘻 ，Hello， 小智 ，Hello， 好客。那我再一个比较难的，嗯。可以吗？这个很难吧？这个很难嘞！再一次。啊，再一次，我说错了。有吗？快被出镜，笑死！被特效拦住，什么麻薯？好厉害哦，这一次哦。我小猫咪咪完全不一样，好不好？我小麻薯，对，我小麻薯。麻薯讲，不是，答案是我养的猫叫麻薯。我养的猫不是我家，是我养我养的猫叫麻薯，对，好厉害哦，麻友，你要不要试着把手移开，这样耳朵不痛吗？这样耳朵蛮痛，哎，你说把手移开，其实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压耳朵，可是压耳朵比较舒服一点，我猜错了，下去养哦，对，猫就。养的加唇语看起来一样，真假的、哦？那下一个，等一下，我想想啊，这个简单，应该简单吧？来哦，小老师的恋爱恋巧克力。什么居家女友？不是居家女友。阿北，谢谢一封信。你不要越晚越嗨耶！我是要休息了，还有五分钟哦。Pass， 可不可以做你的女友？好厉害哦，超强的空白，空白超强的。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笑。对，就是可不可以做你的女友？好厉害哦，好强哦！天啊，好强哎，真的很会读哎。可以，笑死！我们要再问你们，好好笑哦。
Hello， 叶未眉，谢谢你分享直播间，谢谢西西的四叶草。啊、不可以，这我老婆可以这样子，大妹。啊，もう無理だわ、ちょっと無理ですね。嗨，大航哥，我要念反了，这大家真的很抱歉，真的好抱歉，我下个礼拜一定会去看医生。大航哥，谢谢红玫瑰，谢谢盐巴弟的真情告白，谢谢大家，念吧，真抱歉。接下来第十名是黑流星，谢谢。接下来第九名是梦幻，谢谢。今天的第八名是盐巴弟，谢谢。今天的第七名是启威，谢谢。今天的第六名是顾酱江江，谢谢。今天的第五名是鸡酱吗？啊，洛里洛里，谢谢洛里，谢谢洛里。今天的第四名是利克利克，谢谢利克利克。今天的第三名是北原，谢谢北原。今天的第二名是 Kix， 谢谢。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小五，谢谢小五，记得去看医生自救啊，不用抱歉，对不起，谢谢张干尼桑的极速浪漫车，谢谢张干尼桑，阿里嘎多，谢谢 Kix 和你一起。麦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大事に、ありがとう、大事にね、ありがとう。ちょっとね、右耳にも来たかもしれない、ちょっとやばい。ちょっとやばい、両方来たかも。我现在右边也有一点点，天哪！我两边都一样的话，有点太严重了。嗯，洛里，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未眠的红玫瑰，赶快去休息吧，不舒服的话还是去看医生。好，妈妈身体保重，谢谢大家。两耳朵，对，ちょっとね、つらい。嗨，拜拜。Say